讲话吗？我先喝水。我让你们讲话时间一分钟。Hello， 哦，喜不喜欢台东？你们是台东人吗？不是。哇，有一半的，你们是哪里的？香港啊，Hong Kong Hong Kong， 和你在一起，有没有？台北的人请举手，一个。那刚刚讲那么多台北的人是谁？嘉义的是谁？还是你们都是香港的？哦，台中的，你们是特别来听我的吗？哦，是哦，感动了呢。其实这个雨呢，就是代表我的眼泪。咦，没有诚意。好了，不要再哭了。哎，那两位年轻人，你们是哪里的？台北哦。骑单车来的吗？我有一天我也想要环岛呢，骑单车。怎么了？陪我骑啊。我们还是不要造成交通事故好不好？太多人，一堆人这样，好吧，雨不要再下，真的，等一下我唱完马上停哦。接下来什么？哦，这首歌真的是代表我的不专业，因为这首歌通常我在 EGFI 在 Park 里面唱的时候，我都是看歌词的，所以你们可以帮我唱吗？可以提词，你们可以当一下提词机吗？这首歌啊，没有关系啊。这首歌叫《难得》，阿令的，我说好姐妹的《难得》，所以难得，对啊，他很好听。我凭印象唱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如果你们可以接受的话，先在这边对不起大家，谢谢。我还记得，我挽着你的手。天冷时候一起躲在棉被中，那时我们不害怕犯错，那时以为天空多辽阔，朋友都说那时候，你的人不再追问我，只说你也有梦，他也有梦，虽然难得躲避心痛。我以为我成熟，以为从此就自由，这首歌，当我想你的时候，爱不会归。
样的吗？有。下次我们真的把它练得很好，好不好？对，可以接受吗？咦，什么？你怎么突然？你是什么声音啊？我觉得你们先讲话好不好？这个，我觉得我今天唱歌语不会停了，因为接下来是彩虹。咦，彩虹有到你们那边去吗？那么远要回音呢，再回来一次。哦，有，非常好。月亮出来了，真的假的？你看月亮真的代表我的心啊。我们给月亮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感谢他的出现，但是雨还是不会停。
谢。喉咙都有痰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一定要清痰，才很干净，看到很干净的彩虹。刚刚没看到一个跑来跑去的，有没有？他是我们单车帮的好朋友，他叫曾志豪，他就是那个贺一航的儿子。怎么样？他需要你们有什么服务吗？你有什么服务？你叫我们的服务生，继父。我们单车帮有谁？有范逸臣，有戴爱玲，有沙雅，有我。尖叫声要大，有谁的？还有其他舞蹈老师干嘛的？我们走健康路线。好，是哦。今天我回到我的故乡，不用啊。所以我要唱这首《故乡》，不要骂我，故乡不用骂。哎，真的，你们开心，我真的开心呢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是回向，回向你 ，Hello Hello， 有没有啊？装可爱。可爱呀、啊！你也会弹哦？是谁会弹？那你的年龄有到那个哦，中年的哦，我没有，不是我。好啦，奇怪，我今天为什么回来那么多弹下去？我尽量哦，可以吗？我做到最极限，这还不是我的极限，极限。我是极限运动家，唱歌运动。一生是这样，很久没有唱，为什么那个底？刚刚有乱流没有？飞机会这样子。重来，是谁弹的？你哦，哦，好了。笛声响，即将离别故乡。
声响起，将你平添故乡。轻轻回忆勾着我的双眼，点点滴滴串串泪珠，顺着我的脸庞滑落，可是那快乐好像我在我家开演唱会的感觉，因为这边舞台上的都是家人，然后音控也是家人，然后这边的服务员也是家人，这是我家开的嘞，有没有？很像，也是啦。啊，我们的发哥很厉害，去哪里？你们口渴了吗？拿下你们脚底下的。你的脚底下的，你的脚底下的，喝完了，好啊，喝一下嘛，口渴了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曲。叫桑塔露琪亚，唱完的时候呢，就是广告一下的意思啦，赶快走开，不要回来，没有啦，下半场希望你们都还在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，不要再下了，好不好？桑塔露琪亚献给大家，谢谢。Fumare luccica, nastro d'argento
谢谢，谢谢。没有了啦，休息，先骑到我们的下半场，等一下休息一下好不好，谢谢。要不要先躲雨啊，会感冒，我没有钱给你们看病。